善根是自性里的本具的，现在的阿弥陀佛的加持，极乐世界六尘说法全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。这个事情要知道啊，不仅仅是众鸟啊，阿弥陀佛变化所作，所有一切境界有情无情说法都是阿弥陀佛在说法。下面这一句非常重要，随其所闻与法相应，这是真正的法义。我们今天这一点很长，随其所闻与法不相应。这个意思是说，我们闻了佛法没得受用。什么叫相应？佛法变成我们自己的思想，变成我们的生活，变成我们的工作，变成我们处事待人接物，全用上了啊！它起作用了，这就是入佛境界。所以经上告诉我们，应念相应，应念佛。相应你就真成佛了。念念相应，念念佛。应念相应非常难得。但是得到应念相应，应该努力争取念念相应。你就不退转了。真成就了。如果这个东西学了没用处，跟我生活工作不相干，所学非所用，我学它干什么？浪费时间，浪费精力，那就错了。听经，能听懂一句，我就把这一句落实；听懂两句，我就将这两句落实。你没有白听，你不断去听，不断去读诵。为什么呢？慢慢的，这经里面的经义，你全都用上了。肯定会用上。为什么？佛说这个经呢，是自性里流出来的。我们今天离开心意识，就是真心。佛所说的全是自性的心得，自性里面的智慧德相，他所说的，当年在世所表演的，世世代代传到今天的，没有离开自性的。全是自信，全是真心的。所以每个人都得受用，平等的得到。绝不是的时候，某个人聪明，他能得到，我的善根福德不如他，我得不到，不是的。得到的多少，完全是我们自己的
烦恼习气，个人不一样。烦恼重的人得到的少，烦恼轻的人得到的多。啊，烦恼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只要你肯放下，你就能都得到。啊，就这么简单。在自性里头，万法平等，万法一如，没有厚此薄彼。阿弥陀佛能得到，我们也能得到。要明白这个道理。